是来自厦门航空的苏佳瑜，是厦航首批台乘。在2017年呢，我怀着航行天际的职业梦想，踏上了与厦航交织的精彩人生之旅。那在这6年期间呢，我不断努力，陆续取得了头等舱、国际航线、宽体机机型等多项服务资质，并成为一名客舱乘务长，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想。那台陆班呢，是厦航为所有台湾地区乘务员打造的小港湾。今天我所在的台乘团队已经发展成为大陆航司中最大的台乘团队，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加入民航大家庭，一同书写两岸一家亲的故事。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支持我在大陆追寻我的梦想，那他们也理解我追求更广阔平台的决心。喂，妈妈。哎，妈妈在忙吗？对，你在忙吗？你在忙吗？没有，刚到家。哇，你今天怎么穿得那么漂亮啊？是哦，哦，今天我跟朋友去吃饭了。那虽然说这意味着我会离开他们身边，那他们难免也会担心，但是他们也明白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那始终支持我，为了我自己个人和职业发展来到大陆，他们也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，不断地鼓励我积极融入大陆，学习新的事物，同时呢，还是要保持对梦想的热爱。他们相信我这些经验会有助于我的成长。嗯，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吗？在厦门，首先是因为厦门像这边海边，然后沙滩这个跟我在台湾居住的地方特别特别像。我在台湾我也是住在海边，然后从我们家眺望出去就是一片海。然后那像在这里的话，我经常过来这里，然后就是坐在那个沙滩上啊，然后看着对面，就感觉离家特别特别近。然后在这里听着海声、海浪的声音，然后吹着海风，就觉得特别的放松，然后跟家里的那种连接感就更强。台湾跟厦门同为闽南文化圈嘛，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厦门的寺庙的时候，那个熟悉的场景就瞬间的打动了我。然后我闻到就是烧香的清香味，然后看到一位年迈的奶奶在烧香、在祈福。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奶奶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我奶奶她总是为了我们这些晚辈在祈福，但是从来就不是为了她自己。那我想，这就是所有长辈一样的心态。那我想在庙里的这位奶奶也是一样的。我想说，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。虽然我现在不在家人身边，但是我们这些一样的文化、一样的背景，还是把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在2021年，我被授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。2023年，我有幸获得福建省劳动模范的称号。最近得到了首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优秀乘务长的荣誉称号。那每一次的荣誉获得，都是在激励我更加积极的去追寻更高的目标。那在未来呢，我也会和我的其他台乘小姐妹们一起，与千千万万的民航人一起，致力于海峡两岸融合发展，搭起空中的桥梁，在万米高空中用真情摆渡八方旅客，帮助更多的人行走天下。